我们上星期三做了一个重要的定理，啊，这个定理呢，那个时候叙述呢是比较复杂的，那事实上那个叙述应该是这么简单，一个在有界 B 区间，当我写 AB 的时候呢，就是一个有界 B 区间上面的一个连续函数啊。我写 continuous 的话，我不写一个点，它当然就是在整个定义域上面连续，每一个点都连续，那它就会达到它的最小值跟最大值。哦，刘家宏哈，你上星期三没来，你错过了一个重要的一课。哦，那好，那我们今天事实上是会继续的。哦，好，我们开始录影了。哦，那各位同学，那今天呢，我要跟大家复述一下这个 extreme value theorem， 然后还有我们要介绍两个定理。我们今天事实上是要证明都是一些所谓的大定理啊， intermediate value theorem 跟第三个定理啊，这个章节呢可以这样子看。第三个定理说什么呢？就是一些连续函数的一些性质，它可以将区间引过去，区间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我的定义域是一个区间的话呢，它不会零碎的，它不会一段一段的。如果你是连续函数的话呢，它的值域也会是一个区间啊，不会缺，中间缺几个洞，不会有洞啊。为什么不会有洞？因为 intermediate value theorem 啊，我们事实上是结合了这两个大定理来做这个东西。事实上中间值定理啊，大家都当然会听过了哈，那搞不好我想大家高中都已经会已经学过了哈。连续函数在两，不是任何函数哦，是连续才行哦啊，在两个值中间的任何一个值都会有一个点对照着它哦，因为我的线呢你中间有一个点，你不会跳过去，你一定要通过它，从一个点走到另外一个点，那就是会有一个点啊，这个点我们叫X0 啊。那当然这个点可能不止一个的，可能有几个，但是起码有一个。我今天还在看一篇文章，就是当年这个 Cauchy 怎么样子将这个中间值定理给他写出来，那在他的教科书1821年哦，200年前了哈，那写，那按照现在的那个语言来看的话呢，那个写法也是不是那么精确哦，它基本上是用 sequence 的角度去看的，但是这个他的那本教科书是一个严谨的微积分的一个开始啊，那这个片名的这个文章的名字是怎么样子？是 Cauchy's Intermediate Value Theorem and the History of Analytic Rigor 啊，就是分析的严谨的这个历史，严谨化分析的一个历史啊。那我们今天呢是来看看这个现代的角度的那个中间值定理，而且呢我要给大家两个证明啊，我们有两个证明可以给出来的啊。那好，先开始呢，我们是从这个extreme value theorem。上次呢，我们事实上是当然大家看到就是说这个定理呢，这个定理是很有意义的。今天我们会看到一部分的意义。那然后它的证明呢是用了如果你看清楚的话呢，他用了 Bosanowski-Strauss theorem 呢，用了两次啊，然后呢 Completeness axiom 也用了一次，所以这个很依赖于这个实数的结构
啊，那我的第一步呢，就是要说我的 f 呢是，如果是连续函数的话呢，它一定是 bounded， 啊，它一定是 bounded， 是用 Bosanowastrad 来说的。如果不 bounded 的话呢，我有一个 sequence， 它值呢走向无穷，然后这个无穷呢对照着某一个AB 上面的点，那这个是不合理的，因为 AB 是每一个点的值呢只能是实数。然后当你说明了我的 f 是 bounded， f 是 bounded 什么意思，就是每一个 fx 呢都是小于等于那个绝对值，是小于等于某一个 m 固定的 m for all x、哦、那第二步呢是讲它的那个所以它有 bounded， 所以呢这个我如果令 s 呢是等于那个函数值的话，所以 s 就是一个 bounded set 啊、哦、那我就是有 supremum s， 我叫做 y 大 m， 也有一个 infimum s， 我叫做 y 小 m。 那我们先看看这个 y 大 m， 我就会找到一个 sequence， 找到一个 sequence 在这个 s 里边，它越来越接近这个 y 大 m。 换句话说，我会有一个 f 的 xk 收敛于这个 y 大 m， 在这个大 s 的这个集合里边、哦、那好，那然后呢我再用一次 Bosanowastrad， 是说你的 xk 呢就是一定是在 AB 里边，所以它是 bounded set 哦，那它只有一个 convergence of sequence， 我就有一个，从这里呢我就有一个 convergence of sequence， 它是收敛到 x0， 那 x0 呢也一定在 AB 里边。那这一点呢在上星期三的时候呢我没有讲得清楚的啊、哦，为什么 x0 一定要在 AB 里边？那这里就是需要有借币区间呢，因为我的每一个 xk 呢都是在 AB 中间。你现在收敛到 x0， 这个 x0 如果 xnk 每一个都小于 b 的话， x0 是不是要小于等于 b 啊？但是它有可能等哦，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如果你是开区间的话呢就有问题了，就有问题了啊！在上星期三的时候我有说，我们这个开区间的时候呢，这句话是不一定对的，这个结论是不一定对的啊。那因为你的 xnk 飘到这个 b 以后， fb 没有定义啊，那你怎么达到你的最大值就没有了啊，那个时候就没有了。所以如果是开区间就不能保证，但是现在是有借币区间就没有问题啊啊。那同理呢，这个 xnk 每一个都大于 a， 所以 x0 呢作为它的 limit sequence 的 limit 也要大于 a， 所以这句话呢是对的啊，这句话是对的。然后再利用连续函数会将 sequence 引过去这个极限的那个函数值啊。那我的意思就是说fxnk 就是要收敛到 fx0 啊、哦，然后但是它作为 xk 啊 ，sorry 啊，这个是 kj 了哈。哦，那这个符号跟上次是有点点不一样的，没有关系，就是 xk 的一个子列啊，子数列，那这个整个来说当然是这个的一个子数列，那它也应该要收敛到 ym， 换句话说 ym 就是要等于 fx0、哦、那这个变成是，就是原来是一个 supremum 最小上界，现在是变成是我们的 maximum value、哦、就是讲完了、哦、那就是整个证明的那个精神啊、哦、minimum 呢我们没讲很多啊，但是
类似的方式，我们当然是可以重复的去推论，对不对啊？我们可以重复的去推论。那但是呢也有另外一个方法，这里呢我变成是一个 remark， 我说也有另外一个方法哦，这里我变成一个 remark， remark 是怎么说？这些所谓的 minimum value， 你的最小值是相当于你的负 f 另外一个函数负 f 的最大值，是这个意思啊。啊，f 的最小值相当于就是负 f 的最大值啊，那。所以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，那我考虑不是 F， 我考虑负 F， 我就完完全就是一模一样嘛啊，所以这个 minimum 根本就不用多说了啊，是这个意思。那事实上你看到就是说这个所谓的 minimum Fx 啊是等于负的 maximum 的负 Fx哦，那个 x 呢是在一个固定的集合里边，哦，是这样子。所以当我找到这个 maximum， 如果我找到有一个一，它有一个一里边的元素 x 零是对照着负 f 的 maximum， 那负的这个 f x 零就是，没有，我说这个东西的负呢？相当于就是这个 x 零呢，就是原来的 f 的 minimum 啊，简单来说是这样子啊，就是这句话。那你做这个呢，大概一般是两个 trick 嘛，一个就是说左边小于右边，右边又小于左边，就做完。但是这里呢是另外一个 trick， 就是你将其中一个给一个符号啊，这个 m， 然后你要说负 m 就是这个的 maximum 啊，那这个当然是对啊，因为这里是若且为若，就是 m 是小于等于 fx for all x， 对不对？ m 是小于等于这 minimum 就是这个意思嘛啊，好，再来一次，还不止那个意思。Minimum 是 fx 零小于等于 fx for all x， 是这样的。那这句话，我每一个东西弄负的，负 m 就会等于负的 fx 零，就大于等于负 fx for all x， 啊，是一样的。那再回来就是负 m 就等于 maximum 的负 fx， 不是就是这个意思吗？哦，那所以 minimum 就相当于负的 f 的 minimum 相当于负 f 的 maximum 再加一个负号，哦，那就成了，哦，所以这些小心一点去分析的话呢，这个也是非常直观的啊，哦。好，
那我们接下来了。那接下来呢，我就跟大家介绍这个大家应该很熟悉的堪根定理啊。那英文是 Location of Root Theorem 啊。那中文事实上是翻得很好啊，堪根定理。那这个堪根定理呢，是怎么说？就是我们的连续函数哦，这也是在 B 区间上面的连续函数啊。那只要 FA 跟 FB 的值呢是相反的符号，它们乘起来小于零，相当于是它们是相反的符号，则就会有一个 X0 在 AB 区间啊，就是 FX0 是等于零啊。那个图画是非常简单的，我如果 FA 是小于零 ，FB 是大于零，那中间一定有一个点呢是经过零，这个就是我的 X0 啊。堪根定理呢，就是说我们可以保证这个事情一定发生啊。一定发生。那好，那三点十呢，就是中间值定理。哦，这个中间值定理呢，是跟一般的堪根定理，我的 FA 跟 FB 呢，不见得是一正一负，反正他们有可能一样，有可能不一样。那最一般的状况，他们是不一样啊。假设 FA 是在这里 ，FB 在这里，哦。而零是在这里，那我的意思就是中间值定理，就是他们两个数，这个是 A， 这个是 B， 两个 Y 值的中间的任何一个值，我都会有一个 X0， 那个函数呢，将 X0 呢对照着这个 C， 啊，这里可能不止一个 X0 的啊，可能不只找到一个 X0， 可能有好几个 X0 啊、哦。那这个就是Intermediate Value Theorem。哦，所以这个是中间值定理。当然，中间值定理呢，跟个堪根定理是弱且微弱的啊。它表面上是比堪根定理要来的强，因为如果我的 C 刚好是零，意思就是说我的 FA 是小于零 ，FB 大于零，那个就是堪根定理。但是我现在这个 C 呢是可以是任意 ，FA 跟 FB 呢可是飘在这个X 轴上面或者是在下面都会对。但是如果这个是 C 值的话，我给它拉下来，啊、哦。那就事实上就是堪根定理啊。那这个 3.10 跟 3.9 表面上 3.10 是比 3.9 强，那但事实上都是一样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我就是我现在呢当然我这个 3.10 呢也是讲的比较所谓的一般。我们说 C 是 lie between， 它是在 FA 跟 FB 中间啊，那所以哪一个大我也不知道哎啊，所以我可以假设呢 FA 小于等于 FB， and 我 let 啊 FA 小于等于 FB， 然后呢我的 C 呢就是 FA 跟 FB 中间是这样哦，他们我这里讲 lie between， 所以按道理它可以相等的啊、哦、它是可以相等的，但相等没有关系啊，如果相等的话不是很简单吗？那我的 X0 就是等于 A 或者是 B 啊，哦哦，这个 X0 呢就等于 A 或者是 B 啊啊，对照着每一个情况啊，那我英文呢就讲这个是 respectively 啊，顺序的啊，那就搞定啦啊，这个定理就成立了。那所以我们要考量的事实上是这种状况
它既不等于 FA， C 既不等于 FA， 也不等于 FB， 那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啊？我们要怎么办？哦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当然要利用康根定理来处理啊。那我就 define， 那个方法是非常简单，就是将这个 f 呢，原来将整个曲线拉下来在零点那边，将它拉下来，将它减息，那就拉下来了，哦，那如果 f 是连续，我减一个这个常数，当然是连续嘛，所以连续函数减连续函数当然也是连续啊，哦，你事实上是每一科都在用的哈，那然后我的 fa， 我的 g of a， 啊，是等于 fa 小于 c， 按照前面的不是就小于零吗？啊，然后同理呢，啊 ，g of b 要大于零，所以这个完全就是康根定理的状况啊。意思就是我的 GAGB 就小于零啊，哦，所以利用我的康根定理啊，3.9 康根定理的那个编号，那我就是存在一个 X 零，在这个 AB 里边，使得 GX 零呢是刚好等于零，哦，那这句话。当然等价于我们说 fx0 刚好等于 c 啊，那就是我们的命题了啊，所以如果有了康根定理呢，中间值定理呢就是简单啊，中间值定理就是简单啊，那我这里给一个 remark，有时候呢我们要留意是在这里呢，如果你是这个状况底下呢，如果我的 C 是不等于 FA 不等于 FB 的状况底下呢，事实上我可以容许我的 X0 呢在开区间里边的啊，是一个保证，我不会等于端点啊。那这点有一些状况底下呢，我们希望是是有这个保证。事实上，当然呢，这个保证也很自然，因为你也不可能等于 A 或者是 B 啊，等于 FA 不等于 C 啊 ，FB 也不等于 C 啊，啊，所以你根本就不可能等于这个端点的啊，所以我这里就补一句了哈，啊，我们在这个命题里边呢，事实上一般我们用的时候呢是这样子用的，啊，是它确实是不等于 FA 也不等于 FB 的啊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开区间，我可以写进去，是这样子，可以吗？哦，那这个是叫 intermediate value theorem， 那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定理来的，啊。重要的定理来的，那哦，我们就证完了，我们就来处理这个康根定理。哦，康根定理我还没证。
我说，我可以给出两个证明啊。那第一个证明呢，是跟书的一样的。第一个证明，你们在演习课里边，是不是助教也有做了一个？一个习题是说，连续函数的时候呢，如果是大于零的话，我附近呢就不会大于零，附近呢有一个小区间它也是大于零，是不是？我这里也需要耶，所以就是这个叫 lemma 引理啊，一个小定理，我们叫做引理。那我就发觉，如果一个点是大于零的话，它附近有一个小区间，它是大于零。那小区间有多大呢？就不知道了啊，要看各自的函数，因为现在是我保证每一个连续函数都有是这个样子，而且我的连续呢，只是一个点。不需要其他点，我不管的，可以不管的哦，是这个样子哦。那我简单将这个证明给他写一写哈、哦，让我们整个系统比较完整一点啊。哦，我就令。既然是连续，那我就那个 epsilon delta 的语言是可以行得通，那我就令那个 epsilon 呢是等于 afx 零的一半啊、哦，那这个是正数，所以我就since 呢 f 是 continuous， 我就一定找到 delta 大于零。使得呢，是对于所有的 x， 在这个 x 零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对于所有的 x 跟 x 零距离是小于 delta 的话呢，我都有呢 f(x) 啊，是。是这样，哦 ，f(x) 减去 f(x0 的绝对值是小于二分之 f(x0)， 那这个你演绎一下的话呢，我将这个绝对值给它拆掉，就相当于是啊、哦、，f(x) 跟 f(x0) 的距离是介于二分之 f(x0) 跟负二分之 f(x0) 中间。那然后你每一个都加 fx0， 那重要的是在这边，这个是 fx， 它是大于这个，而这个是正数啊，这个是正数
那就做完了。所以我们有呢 X 呢，只要是跟 X0 的距离小于 delta 的话，换句话说它在这个区间，那我都有呢 fx 大于0，那就证完了。哦，那这个是你要一定要看这个图画，这个图画是这个是 X0， 那我就弄合适的 epsilon， 那我就有一个小区间，它跟 X0 的差异呢是小于这个 epsilon， 相当于就是说它是在这个范围里边生存啊，它可能是这个样子哦，那我就保证就是说它在这个范围里边一定大于原来的函数值的一半，换句话说它就是一定大于零啊，是这样子啊。当然这个 epsilon 是一个方便的，你也可以选别的，比如说你选 epsilon 刚好等于 fx0 也 OK 的，也可以做得出来哦。那每个人喜欢不一样啊，我喜欢用一半啊，让它升高一点啊。好，那这个是这个 lemma 事实上是时常用的。好，我们先 break 一下了，好，再来做这个 3.9 的证明。